那个歇斯底里、声嘶力竭的这么大规模的来吵，反而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哎可爱，又赌气又那个什么，这些就是超乎我想象当中的二度创作嘛。我觉得比剧本更有一个新的一个好的地方，就有点像明兰和顾二叔这样是，的，互相吸引的。哎，应该是吧。比如对，说唱那场会戏哭了，我不在，因为我在的时候他都比较很稳当。那事后知道他有这样一场戏，会不会有点心疼，捏一把汗？是啊，我说我也不好意思去现场，我说陪你拍这个戏，你就自己注意点那个什么的。我会给他的助手打电话，我说怎么样了怎么样，他们说不太好，哭着呢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行，后来我过会儿怎么样？好了，又去拍了。他不，这他样工子，作的时候绝对不能打扰他。一龙，我们其实是玩得特别好。他不爱说话，我就老逗他说话，我就跟他说话。当我主动了以后呢，他就非常主动了。就是一旦打开这话匣子，我们就能聊很久。我们有一个群，是盛家的这些，还有一龙。还有那个小谦儿、刘军老师，我们经常约着一块儿吃饭，吃麻辣火锅，一般都是我去，赵老师不去，赵老师不太出来吃饭，他压力很大，他要备胎。